大家好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据说是抖音网红款的爆蛋虾饺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或者是看过，都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当中去分享给我哦。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，还会跟大家分享翡翠柳叶饺,饺的包法，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 先来处理基围虾，基围虾把这个虾头去掉，然后把虾壳剥一下。那尾巴的这个壳呢，我稍微留了一截，没有全部的给它剥掉。接着呢，就把虾线给去除，开一下虾背。 用刀稍微在这个虾上面呢，轻轻的划几下，这样子它不会在啊、呃、后面煎制的时候呢，全去的非常严重。虾需要简单的腌制一下，加一点盐、啊、呃，黑胡椒，还有柠檬汁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来准备面团。今天我要做的是翡翠饺子嘛，就用到菠菜，菠菜加水把它打成菠菜汁。 打好的菠菜汁，把它过滤一下。面团放在料理机里面，把它搅匀之后呢，表面稍微光滑就可以拿出来了，不需要搅太久。接着呢，就让面团啊、呃、松弛二十分钟左右，盖上保鲜膜。 面团松弛的期间呢，就来呃做肉馅儿的部分。肉馅儿的调味呢，我加了一些糖、盐、生抽、蚝油、啤酒，还有芝麻油，以及适量的黑胡椒粉和五香粉。 简单的搅一搅之后呢，就把我们刚刚做好的葱姜水给它打一点进去。每一次呢打一点水，然后呢去逆时针的去搅动它，搅匀了之后再去加一些葱姜水，直到呢它出现这种有一点黏丝的这种状况，打的上劲儿了就可以了。肉馅打好之后，就把切好的葱花加进去，再搅匀就可以了。 面团的剂子呢，要看你的虾的大小来定。那像我自己的话呢，大概是十克到十一克左右一个面团。 先放上肉馅儿，然后呢，再把虾放上。虾尾呢要朝外，就是像图上的那样。整个的包法呢，我就不在这儿描述了，因为我我觉得我也描述不出来，大家就看视频就好了。我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是一看就会的。 除了鸡蛋呢，我还准备了一些水淀粉，大概就是一小勺的淀粉加上五小勺的水这样子，呃，也不需要全部的用完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整个的鸡蛋它不容易破，而且呢，呃，也没有那么的干的感觉。我大概是往这个鸡蛋里面加了三小勺的水淀粉，然后把它搅匀。 爆蛋虾饺就做好啦，其实也挺别致的，对吧？偶尔做一做，有空的时候呢，和家人一起做一做，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。呃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，喜欢的话请一定一定记得点个赞，或者是弹幕评论、转发、分享、投币、收藏一条龙啦。呃，YouTube 的小伙伴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